我有一阵子没有玩打僵尸的游戏啊。然后他前面有一段要打完才能够连线，所以现在这段先我先打完之后再跟罗密欧连线。网友在叶子台卖罗喵的影片吗？有啊，我有看，就是抖内现在可以贴 YouTube 连接，但好像他只会播 YouTube 的前一段。昨天也讲一样的话，是谁？谁讲一样的话？但是基本上，大家如果要期待恐怖游戏的话，《恶灵古堡》到后面几代已经不恐怖了，所以。如果你是期待这是恐怖游戏的话，你可能要失望。不会，那个游戏画面有问题的话，跟我讲一下。但其实这代的画面我觉得还不错，2013年还2014年的游戏，我觉得在那个时代是相当不错的画面。查看四周，哇，我们现在在哪里？好像也是那个，我知道这游戏出一阵子了，但还是尽量不要雷我们，感恩。罗密欧已经破过一次了，所以他可以给我游戏的提示。对，我们是被追杀是不是？哦，这里昂吗？好久不见啊！这个游戏没有官方汉化，我载的是汉化补丁，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补丁状态怎么样。理论上应该要还不错，因为，哦靠呀靠！因为这游戏出一阵子，理论上补丁应该有更新好。我只能让你变慢，你走吧。他把它翻成累赘，也是可以的。Come on。按 V 哦，这游戏用摇杆操作是不是比较好？After all we've been through, it'd be a waste to give up now. 这一段应该是教学，这个最好是推得开哦，只好把海莲娜的头当作头锤来撞这个门。不可以抛弃面子。哦，是要找时间点按就对了。指定 QTE 的概念，之前玩 WWE 也有遇到，那 WWE 的复杂很多，难很多。这电脑版，这游戏有出 PS4 版吗？依照卡普空的尿性，应该是有的哦。靠腰是不是要打僵尸？不太妙哦，尸体哦，我们强啊。Let's try this way. We're almost through this. 这是 Steam 版的。我今天买台币768吧，25美金左右，20到25美金。查看是，哦哟，这里有路哦。感性，这里有路。Let's take a break. 这游戏应该降价过很多次了啦，只是我今天买的时候没降价。这种出这么久游戏，应该一定降价过很多次。There's gotta be a first aid kit in here somewhere. 急救物品。
找到一个资料物品。Makes me sick seeing good soldiers die like this. 好人，哦，在后面，在后面。我可以开门吗？靠，感觉僵尸会突然动起来。啊。Leon, are you there? Hunnigan. Good to hear you're okay. Where's Helena? She's not doing too good. She needs medical attention. Do you have any herbs left? A few.But I'm not sure they'll help. Okay, listen. Just follow my instructions. 选择药草。嗯，是用左键选择。我只有一个可以选，是不是？哦，是这样子。放进药盒。哦，怎么有点复杂？Hold on, Helena. 哦，处理海莲娜的伤。这边用一下丹药应该不会怎么样。订阅画面卡住。You're not getting added to that list. 是已经订阅了还是怎么样？今天订阅应该有开。哇，那个驾驶突然走下来了，抓塞子。但应该开场的僵尸不会很强啊。靠腰，两枪就没子弹了。Are you kidding me？ 等下，哦，是左右键，哦，是左右键。想说是什么意思？左键，左右键。这带很多 QTE 的元素哎。哦，开场番茄酱就不用钱。Can't let your guard down for a second。海莲娜，啊，完蛋！海莲娜是不是要变僵尸？可以打海莲娜吗？不行，不能打自己人。How do you feel？ 不是啊，我自己打掉一发，又打两发，他这个弹夹连左轮手枪都没这么少发。Leon, 海莲娜没死。We're heading to the quad tower. What？ No, it's too dangerous. There are BSAA agents there with survivors.I can't abandon them. All right. Then let me help. I'll direct you through the safest route. Thanks, Hunnigan. I sent over the field guide to your PDA. You can always refer to that in a pinch. This 请勿入内是汉化的，还是本来就写中文？哦，还有路线指引。干干！什么声音？吓死我了 ！V， 哦，一起推就对了。哇塞！我们现在是在香港是不是啊？啊，不对，这个双子塔就像马来西亚哎。马来是香港还是马来西亚？塔达塔。最好过得去，都是僵尸哎、欸！要打吗？我子弹够不够啊？嘿，嘿，武器选择。哦，这么多枪啊！早说。看一下，半自动狙击步枪。不要动。
疼啊！换个突击步枪。哎，海莲娜都不帮忙哎，海莲娜挂网啊，帮忙啊！哎，有宝可以解吗？这个？哇，海莲娜，海莲娜在出力了，海莲娜。哦，要修啊！走开！我拿到子弹，拿到子弹。这边打得完吗？快速射击。先捡个子弹，一直在喷那个。海莲娜，不要挡路啦！这游戏有没有跳？不要挡路啊，海莲娜！开场就最雷，我有预感，待会罗密欧就玩这一只啊！哦，靠，还有飞机，还是战斗机耶！哦，估计这个 F 不知道多少 ，F15 是不是？对啊，我也记得双峰塔，但他说里面那个塔不是双峰塔，是冲刺，冲刺。啊！走错方向，怎么会走回去啊？你死了！不是啊，不是往前跑吗？我是按 S 啊！啊！再次，再次！他是要往后跑，不是往前跑，是往……算了算了，我的队友，队友，冲刺，冲刺，冲刺！那我之前的 QTE 游戏都是用手把玩比较多，我还是不太习惯他的图示。哦，这边是前情提要，因为五代我也没有玩，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五代跟六代怎么衔接。靠，这架什么时候死掉的啊？乱的，而且刚刚下去把我们打的那个队友就要被我们放生，靠！我不要开飞机吧？啊啊！就拉起来了。我再看看吧，如果键盘操作很烂很难的话，我再换手把。喂喂，这么快就变僵尸，打一下喽！靠，真的是超多 QTE 的感觉。理论上应该每一代都可以独立玩，只是可能很多梗都看不懂。我觉得这一代人物的表现，人物的画面细节表现蛮好的，但是他在一些物件的细节表现普普，可能是因为游戏引擎的关系。这个游戏引擎可能专门拿来做人体的物件。怎么有一种秘境探险的感觉？我靠，里面都是人欸，都是僵尸欸。哦哦，要掉下来了 ！Space， 妖兽，我想说这是 QTE 全部都做的跟 WWE 一样。Yeah.
空白键按住才是跑步。You got it。好了，不要叫，不要叫。靠，这是什么？这个柱子上面写什么？相信 Pure 啊，什么不对劲？我要下去看看是不是？哦、我要跳下去。啊！不要叫，不要叫。我靠！ Back for more。这只是哪一只？哦，开场就是这样子哦。前情提要就这一段了。Resident Evil， 所以有点类似那种前导的感觉啊。我看一下我们家猫咪，我看一下我家刚刚喂了没。啊，这个要打多久才破关啊？不知道哎、欸。哎、欸，你哎有、欸、你不要把剧情按掉，我都没看过剧情哎、欸，你 是把剧情按掉了？我那我按掉啊，我你加入之后，它会自动按开始啊。哎、欸，它现在有 echo 哎、欸，我要把你的那个声音关掉。等一下进去再关。Bioorganic weapons are a global threat. Start working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 have to come to my desire to reveal. I'm going to tell them. It might create more problems. It's time we take responsibility. We want to have any chance. I've always valued your friendship, Leon.Stay where you are. Mr. President! Tom, 变僵尸哦。Oh, Jumei, 不要。感谢 Carrie 叔七点续订，可是现在会有回音的，还是我先把你 Skype 挂掉？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就先不要讲话就好了。你现在不就讲话吗？啊！我们就这样把美国总统杀了。美国总统屁股挺翘的。I did thi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Tolong's Cathedral. I'll explain everything there, Agent Kennedy. How do you know my name? Yes. Hunnigan. Thank God you're both all right. How do you two know each other? That's Helena Harper. She's been with the Secret Service since last year. I can't tell you how good it is to hear you two are all right. Look, I hate to rush introductions, but I need a report on your situation.Just shot the president. What are you? He had already been infected by the time we found him. Leon. Leon did what he had to. He saved my life. God help us. All right. I'll submit the report. You two just focus on getting the hell out of there. The virus has already spread 3 miles past the campus perimeter and it's not slowing down. You need to hurry. Not before we check out Tolok's Cathedral.Agent Kennedy's got a lead that might tell us who's responsible for this. Leon, is that true? Yeah. I think I might have something. Roger that. I'll map out the safest access route. Keep your radio on. I got a lead? You will if you come with me. This is Helena 十月里昂的意思啊。哎，你唔知？你是不是开音响在玩啊？是没错啦，可是照理讲是不会有声音。没有啦，应该是 Steam 内建有一个语音呢。等一下吧，因为现在不能切掉切出去，所以再等。可以可以，现在可以切了。你切一下，你切一下，不然这样听 echo 真的好痛苦。
是 Steam 的语音关掉吗？应该是游戏内的。那你知道在哪里吗？是在我们，你要关还是我关，还是我们两个都要关？我关啊，我关啊，等一下，我更改游戏设定。我根本没开啊，其实。声音设定，哦，语音，拉到零。嗯，一直又滚。你讲话看看。喂喂，还是有 echo 啊？为什么？奇怪，语音聊啊！我现在讲话，你再讲话看看。喂。好了，没有 echo 了，没有 echo 了。喂。好了，够了。Go！ 所以我是李阳啊。对啊，你是李阳啊？你不是说要玩李阳？啊，我是不是现在我不能瞄准你？你不要动我，让我看一下你。不要动，你不要动。我没动。哇塞，这个模组比你本人漂亮200倍耶！哦，拜托，虽然差我一点，可是也是不。你不要动，你不要动。一下啦，不要动了。我在拉线哦。走快。好，你往你的右手边转一下下。哦，很好。好什么啊？这好什么？但是脸没有很正啊。所以我就说他差我一点嘛，因为他也没有眉毛，真是的。有吗？有没眉毛啊？有啦，有眉毛。你不要乱动啊！他自己会动哦。真的是很骚包，感觉那扣子都要崩开了。好了，走了。现在没办法瞄准，是因为现在是……那你带路了哈，来。所以我讨厌这种大胸部的人就是这样。动不动扣子就这样子开开的，看到游戏语音啊，我关错，我关到游戏语音了。等一下，等我一下，我再调整个东西。我刚刚两个语音都关掉。OK， 马上好。你可以自己配啊。好累哦，可以不要这么累吗？我有的时候会啦，就是那种调查文件的会自己配，但是这个就算了吧。我们可以配台语版的，不错吧？我不要，很累。可是我叫你的名字会。所以前情提要是为什么我们就把总统感染了？那我们现在要干嘛？要干嘛？现在就是要，哇塞哦！我们就看看啊，走看看。你也忘记了对吧？忘记了，很久。你已经破过这个游戏对不对 ？B 有啊，有破过。不过我第一次用手把玩的。听说手把比较好玩，但是手把瞄准很难瞄准，对不对？对啊。它有辅助瞄准吗？我已经过多年的 PS4 的训练。PS4 不是很晚才买吗？我经过多年的秘境探险的训练。有针。对不起。还要怎么开枪？这是一个灯哦。这个屁屁。你现在是用滑鼠还是手？滑鼠啊，我用键盘滑鼠在玩。I can't believe this is happening again. It's just like Red. 这个因为它有的地方会用固定视角，然后你用滑鼠玩真的会摔键盘。I'll never forget it. 固定视角，所以到底要用滑鼠玩比较好，还是手把玩比较好？我不晓得啊，我那时候玩手把，我那时候玩键盘的时候啊，然后它有的地方固定视角，哦，然后绕跑的时候固定视角，你知道有多难跑？你当初不是用手把玩吗？怎么又说用键盘玩？没有，我当时是用键盘玩的。啊，你现在是用手把、啊？对，我现在用手把，因为我现在才有 Xbox 的手把。所以你会射不准就对了。不好说，不会啦，我那么强。哦，按这个才是 OK。我开个枪试试。可恶，都不能射对了。现在是规定不能开枪，是不是？没有，可以，只是准心在队友身上就不能开枪。那、啊、为什么我没办法开枪？真的不能开枪哎！我没有子弹吧？右下角那格白色那一格是什么？是补血的。第一格是你的。感谢 SBC 的五美金，谢谢斗内。谢谢干爹。谢谢干爹。这所谓一人斗内，两人干爹。好棒的。哎。这里。
我想说是僵尸在咳嗽，就是你妈。我靠腰，我妈问你有意义吗？我没有意义，我没有意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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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干爹。你谢谢还要突然停下来就对了。要啊，因为要比爱心。哎、欸，这样有人带路感觉很好哎、欸。没有啊，你可以按那个啊，有一个 V 是不是，我忘记是什么。你看我手上会拿这个。我知道、啊、是哪一个键啊？刚刚提示我有点忘记。你找一下，你找一下。我的话是 LB， 我看一下。你一直按那个键很好笑。G 吗？还是什么？我有点忘，他刚刚教学有提到，好像 B 还是什么的。哦，是 Q， 是 Q。对啊，它会出现那个字在哪里？哎、欸，重点是我在面前做的动作很好笑，你看，你看啊，我做的给你看。好，好用，你根本是在打。来，换你，换你，来，换你。怎么样？你的手速可以吧？来，继续，继续。暴令群雄。哇塞！啊，帮我一下，帮我一下。走，帮你一下。对对对。哎、欸，不行，我是有男朋友的人，不好意思，走。有男朋友了不起啊！这是我们刚刚还没有杀的总统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哦、没不是啦。啊、哦，我知道叫副总统敦义敦义， right. 什么敦义？白贼。哎、欸，我们现在的副总统到底是谁？是敦义啊，白贼。It came out of nowhere. 我的抖内音乐开得太小声了，会吗 ？Liz， wait, let me go. It's too dangerous.My daughter, she's all alone. If we don't do something, she's my daughter. If you don't keep it down, you won't live to save her. You understand? Liz, is that your daughter? All right, let's find her. Leon, we don't have time to. We're making the time. We're making the time. 刚刚的英文怎么样？说的挺好的吧？蛮普通的。哎哎、欸欸，前面、啊、等你。等一下，不要揪，不要吵。哎、欸，你现在显卡是980吗 ？Yeah, we're 980 Ti。哇塞，既然是980 Ti， 你这是最会 A 厂商东西的人。我那有 A 厂商东西，那是我自己买的。真假的？真的、啊。你男朋友，你逼男朋友买的、喔？我都没有跟厂商拿。啊，我也没有啊，其实。哎、欸，这老鼠可以打吗？瞄不中，不是啊，我觉得我又没有很红，还跟厂商拿东西在聊，意思。也是啦，也是。Stay sharp。哎，你走太快哦。感谢这两美金，感谢董内。谢谢干爹。谢谢干爹。乔曼看到女生角色总是各种猥亵，这爸爸到底在干嘛？哎，他还撞到椅子哎。这椅子好像可以撞。可不可以把他杀掉？不行，不行，我们还要靠他找女儿。好吧，希望他女儿长得漂亮一点，不然就浪费我们时间了。会不会到时候找到就说、欸？为什么你可以跑啊？我不行。按空白键，靠靠靠靠靠！他看到这个塔掉下来，毫无惊慌的感觉。他累个三秒钟才这样。你知道老了那个神经传导比较慢。我们待会会不会找他女儿？就是失主，你女儿长这样，不如不救。那哎、欸，来啦，来来来。Just stay close。带路太好，有人在前面挡路，真的很爽哎、欸。这双人模式好开心啊！完全没有恐怖游戏的感觉。他爸爸那边栗子，栗子。我可以射他，只是射不中。他可能想吃栗子吧，我跟你说。哎、欸，可是填弹按哪个键啊？重新装。不知道，我连怎么开炮我都不会。就主，你就是那个啊，一定是 L T R T 啊 ，L T 瞄准 ，R T 射击啊。哦，现在可以射击。靠，你比我还累啊！不是啦，因为用手把哦。你要不要改用键盘啊？这样子我很担心你啊。不用不用，我强得很。哎、欸，你不是要带路？他爸爸不开门，我有什么办法？哦，原来是他那边拖时间了，我不打你痔疮。铺台前超烦的。是哦，裤子瞬间变红。以后他爸爸敢这样试试看啊！我一定自己救的哦，他那边找人。哎、欸，来走，哎、欸，怎么开？又要等他开哦，开吧。
哎，快点啊！哥，打喽！老婆，找不找女儿啊？顶他三人，他需要我帮他了。来了，我帮他，我帮他。帮啥？靠腰，靠腰，他变僵尸了。他是不是肚子痛？帮他一下，我帮他一下。I will be once I find my daughter. 正面帮他。I call for help, but we got cut off. 可能男生不行，要女生。他害羞啊，女生，女生，你帮。好了，终于开门了。果然需要人家帮一下，我抠个。哇！有有有，他有感觉，他有感觉。哪边哪边？左边左边。We'll need to get the elevator working to get there. It's locked, but I work here. I've got the keys. I got the keys. Once we're in, we can take my car. 哎，所以你礼拜六会去那个哈？会啊会啊。哎，我不懂哎，他说我要整理二十个名单给他，啊，不是有报名的连结了。Liz.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他，好怪哦。他对呀，啊，所以我后来就没有鸟他。我觉得，哎，我们大概关我们棺材在讨论哦。我觉得很鸟。为啥我只能用走了？哪招？按的时候按空白键。靠！你在弹钢琴，欸，太变态了吧！就他女儿啊，你看爸爸这个样子，女儿也是这个样。雷我！我怎么知道是他女儿啊？不要乱雷人啊 ！Careful！ 哦 ，Sorry！ 我靠！干你这样雷我！哦，开门啊，开门啊！是我们开吗？当然是你开。哎，欸，过来搭把手。干我也要开哦！废话，你开就好啦。还有两个人啦，快过来，不要那么怕，好不好？我没有怕，我只是比较喜欢在后面。我这个我不知道啦。开门，开门，这门有很很需要两个人开吗？哦，我感谢 Alan PDD 的十美金，感谢董内。我拿到十美金了，你先走，快快快。好，我有这十美金。等一下，先让我过，你躲头开。我帮你，我帮你。我走旁边好了，你过去。好，可以，可以，进去。什么门啊？你们不要乱放歌啊！不，一瞬间被那个放歌都不恐怖了。哎，其实他女儿长得蛮正的，哎，是喽。好，这个就让我来帮你女儿填满一些体温。填满什么体温啊？你感觉好像拿一个汽水罐在摇，对不对？快了，走吧走吧。啊，走走走。等下，女儿这个样子行不行啊？可以啊，这个大腿我可以啊。Are you sure？ 可以可以，这我可以，这我可以。那你有没有先问问他爸爸？他爸也快死啦，这是乱世，我说了算。我可以卡他位吗？可是我觉得他女儿的。状态比他比他老爸还差，欸，不要雷我啦！你真是，我靠，他女儿都没办法走路，这到底算哪门子的雷啦，大哥？就是不要走路才会吸引人啊，跑不掉，你知道吗？是吗？就是有那种可以帮助弱小的感觉。什么弱小？目前为止，我们遇到的僵尸数是零。哎，欸，那总统不算进去吗？哦，总统算，总统算啊，总统我刚忘记，那 不算，总统是剧情啊，不是我们。哦，哎哎哎，我们要帮他搭把手，过来。好好。啊，如果正常自己人玩，电脑就会自动，但电脑会不会在打枪战的时候发呆啊？电脑其实还蛮累的哦。真的假的？嗯。所以我跟你玩，感觉就是在跟电脑玩就对了。乱讲，我看好。还好我这神力女超人帮你，不然你就尴尬了。哇，神力女超人，但你要用你要用正拳打僵尸。哎，欸，你有看那个蝙蝠侠大战超人的吗？没有没有，听说不好看，我就没看了。好不好看啊？我觉得还不错啊。欸，真的不一样呢，欸，有男朋友之后就会去看电影哦。怎样，啊？以前都从来你以前不是你都不知道什么是微秀吗？对啊，我第一次去看那个大荧幕的电影，欸，哎。哇塞。就是那个荧幕超大超高的那个在美丽华那个 IMAX， 完蛋完蛋，他变僵尸，他变僵尸，我看一下剧情，长得有点像罗密欧啊，放屁，我比他正多了，胸部比他小，其他我不知道，哎，
这也没办法。你男朋友会看实况吗？有差吗？我会变得很拘谨啊，我会变得很有礼貌。不会啦，你什么时候有礼貌了？请问罗密欧小姐，那接下来我们要如何进行这个游戏呢？那请问九面先生想要被我雷吗？当然是可以的，没有关系。其实罗密欧小姐的技术在我眼里是非常高端，杨威，我也很仰慕。在胡乱，这听到这一段我就觉得是胡乱。完蛋了！哎呦喂！番茄酱啊！啊！他把自己的，怎么是咬我啊？怎么会是我？感谢唐一，感谢唐一叶子的五美金，看你，我帮你啊！来，你怎么自己挣脱了？啊，我自己就很行哦。我想说，打算让你挣扎个30分钟哎，没有，他有那个左右摇杆叫我摇啦。好吧。然后他就死掉是什么梗？ And they don't hesitate. Why did this have to happen? 好了，出去。I don't think we're alone in here. 还有人呢，靠腰还有人呢。Grab your gun.要怎么换子弹啊？来来来来来，要怎么换子弹啊？没子弹了是不是？没子弹，按 R reloading。是 R 吗？没有啊。靠腰怎么是小刀？等一下，我要怎么攻击使用小刀啊？为什么你有子弹，我没有子弹啊？我怎么知道你没子弹吗？我没子弹，他刚好喷子弹吗？你没子弹啊？我没子弹啊，那我用小刀试试看啊。好啊，你用小刀试试。喂！怎么是踢腿啊？哎、只见九妹拿出了一个小刀，对他使出了一个靠靠之势。那怎么都是用腿踢啊？我要怎么用刀子砍啊？应该是像枪哦，我知道，要先瞄准，也是瞄准在那个，懂了，来调查一下，有一个是被，哦，子弹来了，我到底有没有捡到子弹？你是不是捡到我的宝啊？没人捡啊，我这边还有只，我要用小刀试试看，嗨，宝贝，来。啊，我知道了啦，因为我是救的那个。我之前就有玩过，所以我那个账号里面有枪。哦，原来你就是，我这样这是肥仔，我们就这样把他杀死哎、欸。不好意思哦、喔，我不是故意的。好了，那我就省一点，我都拿小刀好了啊、喔。高端就拿小刀、喔。去。不是啊，刚刚一个紧张乱射。九妹拿出了一把小刀，然后劈他。那你拿手套干嘛？笑死！哎呦，我现在有子弹，哦，有子弹。Do you reloading? Come on， 搭把手。我要换手。你走路怎么有点掰卡、啊？是怎么回事？我应该没有被打到吧？刚刚。哇塞！有人在 help 哎、欸，真的长这样子当然是不救他，拜拜。哎、欸，你看、欸，后面有人呢、啊。你要我看的是这个吗？拜拜。长了一个杂鱼脸，是不可能有人救你的、啊。看，除非你们整形成李阳啊。对啊，长相决定了命运啊。哇，李阳竟然还想救他。海莲娜最无情，最毒妇人心，长得不够帅。没有，他就真的来不及了，你知道吗？去浪费弹药而已。第三只脚卡到。对，我是封闭者。我是封闭者。封闭者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之前不是有一个动画叫什么同人？好了，
来，来什么、啊、？Lady First， 什么 Lady First？ 好啦好啦，你不是那个吗？哎、欸，这里有东西可以捡哎、欸。那我捡走，你还可以捡吗？这应该是各捡各的吧。好啦，拿枪也是浪费，不如给我。啊、你快往前，快啊！捡完了吗？捡完了。走啊走啊！哦，走走走走！我拿小刀，你让我走前面。你要体验剧情哦。等一下子弹都给你捡。靠、哦！是你根本就有很多子弹，我们胡乱我。没有啊，我子弹也破过一轮了、啊。我一直在上楼梯。我。He said it was some sort of fog. 哦，这边好怪哦。This thing spread in gas form, and anyone who breathed it in got infected. 啊，对啊，刀剑神域啦。Yeah, but then why is it so quiet? I've got a bad feeling about this. 总统怎么会在这里啊？你在跟我讲话吗？我不知道啊。那不是要从总统那边离开？总统来度假吧。这边一个讲台。好，来学校演讲，如何？哦，有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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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杀他吗？啊！只有一上上上 ，Go Go Go！ Come on， move move move！ 怎么会是我上？因为你没有玩过，要让你体验剧情。不是啊，我要体验是双人的感觉啊！哎、欸，要掩护我，背后如果有人的话，帮我打啊！有有有，我在看。哎、欸，宝贝，你前面前面怪还蛮弱。哎、欸，这个技能点你有看到吗？技能点？什么是技能点？我现在眼前这个，哦，有有看到看到，它可以购买技能哦、啊。我，对啊。啊，我捡走你可以用吗、啊？你捡了吗？我捡了，我捡了。那就是大家可以各捡各的。啊，我要怎么购买啊？啊，那这个武器呢？我这边没看到武器，应该只有你看得到。应该我们是各自的，打宝应该是各自。OK， 那应该是各自。我还有一个燃烧手雷。咻！然后呢？我要去哪里？哇塞！我按看。靠！我以为你知道路嘞。我不知道啊，我就是不知道哦、啊。逃离校园。嗯。就这里啊，一定是这里啊。嗯。出来！出来！你在讲，好像我以前我阿公老的时候在走路的样子。哇，你阿公啊，那真的是日剧时代。对啊，你就知道你走路多多那个多老。哦，有个怪，有怪！哇、哦，英雄救美。哦，很好。哦呦，哦呦！卖了，卖了，卖了，卖了！早知道拿枪打你啊 ！QTE 没按到。哎、欸，他头掉！哦，头掉下来！哦，好可怕啊、哦！我被吓到，我现在血掉一格，你现在几格血？我掉两格嘞，不要怕。我也掉两格。大家都掉很凶。哎、欸，地上捡一捡啊，因为我们玩的是普通难度的，就不能乱丢。有啊，都捡啦、啊。它 有东西的话会发光，对不对？对对对对。靠，又有又有。我来过去过去，来。哦，好恶啊！啊，这个补药有快捷键可以补吗？我要按按看哎、欸。哦。我看一下啊。急救喷雾，现在用急救喷雾，我记得是很好的，不要用急救喷雾啊。没有，我没有急救喷雾。哦，我什么枪都有，你看看。太夸张啦！怎么会？怎么会有长枪啊？你不觉得僵尸蛮可怜的吗？我看这个枪是无限的，有点屌。靠！你怎么会无限枪？你作弊啊！啊对对 对, 对我有把技能点出来，所以他……哎、欸，我什么？我现在可以点技能吗？可以哦。所以现在就可以点技能了吗？装备技能，看一下。没有啊，不能点啊！装备技能是什么？55哎，是现在还没有技能可以买，是不是？应该是没有，你要多玩一阵子才有。好了，
哎，要怎么补血？我也搞不大清楚。哦，我看到了 ，RB。不是啊，哎，我也补了、欸。你会不会太浪费了、啊？你补到我哎、欸。那就当我们不在一起。地上药草捡了哦。捡了，捡了，捡了，捡了 ，Go go go！ 哎呀，我真是封闭者，封闭到已经极限了。我忘记我点那个技能。封闭者到底什么梗？靠，我开始有点头晕呢、欸。太快了吧你！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们要从那边，从这里面走过去。今天比较累，就比较容易头晕。这里，这里 ，Come on！ Go go go！ 感觉这代僵尸根本没有机会生存，对吧、啊？这个游戏就是僵尸生存游戏。他怎么了？他怎么了？大哥，不要装死啊！虽然我们有长枪，你不要这样子嘛。我刚刚看到你有动一下，你不要在那边装，起来了。装死哦！起来了，起来了。你帮他一下，他就起来了。你帮他，你帮他一下。怎么帮他一下？帮他一下。算了，算了，算了。他比较害羞啦，算了。他刚刚是你有看到他动一下，对不对？有啊，我有看到啊。他那边装死。他看到我拿这把，他就。我还是。不会就这样一路破关啦、啊，不用打僵尸，因为我拿一这把。我还是这个就趴在地上好了。怎么第二只？哇塞！算了，我感觉还是不能全部拿小刀、欸，全部拿小刀好像有点危险。没关系，你这边还是可以拿小刀啦。我血一直在扣、欸，我又扣两格了，好不爽、啊。我草药没有无限哦，我们先说。我知道啊，草药无限让我们打毛啊，没什么好玩的。我觉得弹药无限已经够扯了。要走哪？感觉到你也是一个路痴啊。没有，我是来这边找找看有没有东西的。我发现他那个子，哎呦，他子弹显示的不是很明显。这里有，这里有。哦，看到技能点 ，nice。这个点就是到时候可以点出那个无限的那个。哇，好多手雷。多捡一点，多捡一点。所以它不是随时可以点技能，就对了。没有。物品栏的草药要自己放进盒子里，我放一下。我要怎么样开物品栏啊 ？ESC 不是，我看一下。完蛋，我刚刚没有很认真在看教学啊，一啊一，嗯。然后我要怎么把它放进去？然后物品栏下面有教你啊，一武器 space 确定返回，就放进来。放进来之后我要怎么补血、啊？应该是按，等一下，我也不知道。你现在有缺血吗？因为我没有缺血，我只是想要先学一下说怎么用。有人说按数字键一，一就会补血是不是？有吗？看一下，我试试看。真的哎、欸，真的、欸！我在吃口香糖哦，妈！感恩感恩，那我知道了，感恩。摸索中。这里超多僵尸，交给你了。好，掩护我。OK。小妹，有没有兴趣跟敌手约会？用什么壁雕腿过去啊？会，两只，我会怕。四只。我对空鸣枪啊，好歹是。不要浪费弹药了。我对空鸣枪。很好，哇，好多技能点，还有一只，啊，靠呀，不行了，好像他冲刺状态，我不能过去砍他，他会有一个双手举起来的一个状态，好像是哦，